弟弟，你要开箱什么？这个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好，那你自己开。好。我都不知道你要开什么。这个是什么？给我看啊，快点给我看。不知道怎么玩。啊，这个是水沙漏。水沙漏。对，你看到、哦、它会一直滴滴滴滴滴，然后你转过来，这个蓝色的又会从上面滴下来。这个是水沙漏。水沙漏。对。哇，好酷哦！这个可以用来计时哦，但是不知道它从上面掉到下面要多久就是了。它这应该没有写吧？那是妈妈买的，很好玩。那个是水沙漏。对，水沙漏，水沙沙，你看这个很可爱。对，譬如说妈妈可以用这个，就是说哦，这个滴完的时间内呢，哦，你们可以看平板。那如果说它滴完了，你们就不能看了，知道吗？它可以用来计时，知道吗？这个功能就是计时的。水沙漏的功能。掉完需要几分钟？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来测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来找个时间来测。好，水沙漏的用途就是用来计时的。